老花一开箱评测的第9期啊，打给大家从网上淘了一盆马蹄莲，很多人画着老是挂机的这个事儿啊。今天呢，咱们就做一个开箱。送了一包肥料，感觉像是一般的复合肥。送了一小包的土，这个土就不怎么地了啊，这个土就不理想了，没加任何保温。好评返现券5元，我做电商7年了，我从来没印过这种东西。了解我的花友都知道，我从来没有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你真的好了，你把价位直接便宜出来就行了，没必要多卖5块，然后再返给人家5块那个样子。其实这些钱都是你们自己的，还得让你们自己再去写好评，没必要。马蹄莲非常的新鲜，一点都没有动，哇，非常的漂亮。状态非常的哇塞，纯椰糠去养护的，加了一些泥炭的感觉，哦，椰糠加泥炭。满分，价位也贵，60多。好了，今天说一下马蹄莲的一个养护啊。那像咱们收到一盆比较哇塞的花的时候呢，很多的花友都问怎么样去养护它。首先拿到手以后呢，不需要很着急，你像这个在箱子里面待的时间有点久啊，就正常的让它先舒展舒展，然后呢咱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入盆的操作了。大家在换盆的时候呢，就只需要注意跟原来的土差不多就行了。这个是用椰糠掺的泥炭，我看的这花盆有点小，换一个略大一号的。那刚才那个花盆呢是有点小，现在咱们拿到一个2加仑大小的，这个是8号的白色素颜盆，差不多，感觉差不多。很多花友不知道怎么样选择花盆的大小，你就感觉这个灌幅跟那个上面差不多，很协调就行了，好吧？看总体的一个高度，别用太小的，不就 OK 了吗？接下来呢就很简单了，加入一个底土。差不多，大家在埋的时候不要太深，尽量的让这个原来的这个土的一个面跟这个瓷瓶或者是稍微露出来一点都没事，一旦埋的太深就不是那么哇塞了。加入一些底肥，马蹄莲开花的可以多加一些个底肥，稍微多加一点，稍微拌一拌。大家收到以后你就正常的一个换盆就好，没有必要那么一个非得很纠结啊。咱们为什么迫不及待的要换盆呢？因为现在这个花的一个根系呢已经长满盆了，如果说你这个时期不给它多加一些个土，不给它换一个大一点的盆，它就会出现一个生长受限的一个状态，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就会浆苗，现在的花有莫名其妙的浆苗了。其实这个呢像根系长满盆了，就是必须要换一个盆加一些土了。在整个养花过程中来说，它不存在换土这一说，而且咱们换的土呢也是跟原来的土很接近，它原来是用椰糠掺的泥炭，而咱们用到的是纯泥炭掺了一些颗粒，这个丝毫不影响。好，稍微的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些个重点。首先第一步，大家收到以后观察一下个植物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很哇塞很好的话呢，大家就正常的像我这样去操作。如果说根系大家收到不论什么植物已经长满盆了的话，就换一个略大一号的加一些土，尽量的和原来的土质去接近。如果说你很纠结跟原来土质不接近的话呢，尽量的买一些个你家里面能有的跟原来土质接近的一些个盆栽植物。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入盆的时候了，入盆的时候尽量的选择花盆的时候呢一定要排水透气。我用到的呢都是这种素颜盆啊，它下面都比较排水透气，然后植料的话也是比较排水透气，这样的话呢就不容易闷根，就会减少很多的一个养护难度。还有一个呢就是埋的时候不要埋得太深，埋得太深的话就时间长了以后就容易积水没根。好了，这期视频比较长，咱们就打个分结个尾，然后下期的时候给大家说一下详细的一个日常养护。打分的话呢只能给满分，但是价格的话还是略微有一些高，60多。其实这种东西呢在市场上买的话呢也就40块钱30-40块钱，这个没办法，因为人家也有快递，也有成本，也有什么的，所以说网购不一定是最便宜的。但是呢相对于其他地方来说呢，你在网购你觉得便宜，其实网购都有一定的成本，这我们做电商人的都知道啊，一般行家都知道。好了，苗情满分啊，运输快递方方面面都给一个满分，好吧。
就是价位这一块的话呢，价格这一块的话只能给到85分，然后综合评价的话95分肯定是有了，非常优秀的一个卖家，希望这个卖家的话坚持努力。有的花友会找我要链接什么的，这个如果说你真想要的话我就私信给你了，因为我怕有广告嫌疑，我为了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态度，有很多期的时候很多的花友也是让我曝光一些商家，这个不会曝光，如果你真的喜欢我就会推给你链接。有的话说你不卖点吗？我倒是什么钱都想挣，我没那个能力。好了，今天的养花视频就到这儿了，学不错记得点个赞，其他养花问题呢视频下方留言。好吃老花一养花这张一，下期再见，不见不散，拜拜。